他爸，哎，来吃个水果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。你这是干啥？我还没有说啥事儿呢。你那有啥好事儿？这是商量事儿，你看这。我要睡觉呢，别打扰我。哎呀，你去给我买点夜宵好不好？我就知道，每一次嘛，半夜三更就开始了。开始啥？开始找事儿了，开始啥？我饿了吗？晚上不是才吃过饭吗？怎么又饿了？咋回事？你是？你属老鼠的吗？你天天晚上睡觉在这吃这个吃那个的，你老鼠要个没完没了的。今天晚上的饭清汤寡水的，这都是素菜，我就不想吃，你知道没味儿。我最近想吃点有味儿的。嗯，不管，自己想办法去。我们家现在你看刚搬过来，也没有备什么零食。你要搁以前的话，家里随便找一找都有一点零食吃。我刚才唯一一个水果还给你吃了，我吐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不会让你白跑的。有人，哎呀，不是白跑不白跑，事儿深更半夜到哪里找吃去啊？随便买点就行了。给，啊，多买点炸串串啊！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不对啊，这个怎么不对了？不是那种，真是高手。挺能的啊你啊，还有这功夫呢你，给给给，呀，这对了吧？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！拿来吧你，这太厉害了！你想的，比警犬鼻子都灵，就是味儿，就这味儿，你这啥鼻子？你这啥？功能也太强了吧！开玩笑，当初我藏私房钱，我藏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藏哪了，全靠闻呢。你还敢藏私房钱你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藏。再给我加两串烤鸡翅啊！哎呀，买回来了。啥东西买？你看啥东西？烤鸭。嗯。不是让你买串串吗？你怎么买烤鸭？没有串串，哪有串串的？有的话就给你买了。这个还贵，这个。贵能贵多少？你就买了这点肉，你看。这肉也不少呢，够你一个人吃了。我记得咱们门口那个卖串串的很晚才收摊吗？没有呢，没找见。这两天想吃点辣的。咋了？你怀上了吗？我到哪怀去？一天到晚就想着吃辣的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不是挺正宗的。以后没事了，晚上你给我就去买点串串算了，我最近老爱吃有点有味儿的。只要钱到位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你怎么那么势利呀、啊、你你怎么那么爱钱啊？没办法，该吃完该睡觉去啊。等一下。